兰是国内知名实力女演员，非科班出身的她却用典礼的演技征服了很多人，而秦岚本身所散发的优雅知性气质也令无数人为之着迷。秦岚出道至今，颜值和演技一直是被大众肯定的，而她为人低调不炒作，完全凭借作品说话，本来可以有更